五花肉条。生病了哇。
酥不酥？鸡冠油果冻，明天上午9点有活动，不要错过，一会儿预约一个，在底下有预约。吃油大了，大餐必备的，上厕所费劲的啊，都可以，一天一条就行，饭前吃。猪捆肠，
太好吃了。大猪脸儿，太烂乎了。